只剩下声音可以守护你。你可以不要这样，你一定要跟他在一起吗？难道你不能够多花点心思在我身上吗？刚刚以为全世界都只有他，干男生朋友都很重要啊。刚出来一下，手机又来。喂。医生说，他要病程不过一个月。没救了，你知道吗？没有他，我活不下去。没救了，不该怎么办？啊！为什么？我可以帮你挽救他的生命，但你答应我之后，你每天将只有三分钟能够讲话。我答应你。宝贝，你在哪里？我跟你说，你乖乖听我说，我只有三分钟，我要唱一首给你听。我要用我唯一剩下的三分钟，让世界听见我对你的爱。